好，我哋嚟拔刀。Lady Lucky's Morning， 大家好，我是龙哥。咁今日咧就嚟想同大家做一个 Commander Saber 嘅测试音效测试啊。咁就会用到呢、這个，会用到呢、這个，跟住会用到黄雷啦，同埋狮子战记啦，仲有呢个邪王龙嘅故事书。系啦，咁我哋冇讲咁多，即刻。去開箱先啦，好，開箱開完翻嚟啦。咁咧，聖劍 Soldalifer 咧都已經入好電噶啦。咁咧，我哋今日要主要嚟試嘅咧就係睇下可唔可以用新嘅聖劍系統可以成功做到好似時王咁樣樣嘅三合為一嘅形態。咁就係因為佢哋各自都係有。不同的嘛，这个龙呢就是右手，跟着狮子呢是身的中间，跟着之后阿拉丁神灯是左手这样嘛，所以看看如果三本同时吸了下去会不会出到一个三合一的形态。跟着另外如果大家有追开这个 Saber 的话都知道这个邪王即是紫色的戰士呢是其實是上一代的火焰劍烈火的這個持有者啦，所以今次呢也都會來試埋如果他是真的持有者啦，那會不會其實邪龍那個可以跟他成功匹配到呢？這個只不過是我的突發奇想來的，那我們首先就來試了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三合一形態先啦。有佢音效啊，吸埋獅子，最後吸埋阿拉丁。哎呀！唔小心撳到。係唔小心撳到啫，所以就變咗。必殺獨取，好，我哋嚟拔刀。看來是未必有那個好像時王即是 GO 那樣呢那個的三合一形態了。剛才聽到音效的話呢應該是只不過是說當三個不同屬性的吸了下來之後就會引發到不同的力量，是啦，即是一個特別的力量咁樣，只不過是觸發到。咁必殺技嗰度頭先都聽到噶啦，咁所以呢、這個三合一形態應該係唔存在嘅。跟住咧，我哋就嚟試邪龍同埋邪王可唔可以擺埋一齊啦，同埋可唔可以用喺呢個新嘅聖劍系統入邊？他是不是這邊呢？不是，可以見到他就是他這個呢
係直接身同埋手都喺度嘅。咁所以咧，我係唔係好確認到底佢係要擺邊個位啦？咁因為有咁，但係因為有呢個邪王嘅原因咧，邪王佢係一個應該係一個佔兩格噶啦。咁所以咧，應該咧就執喺呢度。跟住邪王呢吸埋落去，唔知得唔得呢？好啦，邪王呢，因为佢呢一个位好嘈啊，好啦，今次嘅呢个嘅测试咧，都应该系唔成功嘅，因为咧，佢呢个位咧系顶住咗噶，即系如果佢系冇咗呢一嚿嘢啦，咁我哋就应该可以成功吸到入去嘅，咁我冇理由调转本书吸落去噶嘛，调转本书佢都吸唔到落去啦，系咪？调转本书佢都系吸唔到落去嘅，咁所以咧。邪王呢就应该真的要用他那个邪王的腰带入去才行。另外呢其实还有最后一个测试的，那就刚才呢就没拿到出来。是啦，其实呢我就还想测试一下，如果我用圣剑系统装这个火龙和这个飞电的这个会是发生什么回事，还有可不可以装到其他的故事书，即是其他主角那些剑士的故事书。是的，因为刚才这样装下去看下呢，应该即除了主角那三本，即是红色、蓝色和黄色呢，那其他那些剑士都有他自己特定嘅嗰個劍去匹配噶嘛？咁除咗三個主角三個色之外，咁可唔可以將嗰啲吸埋落去聖劍度咧？如果可以嘅話，咁到底會出現啲咩音效咧？咁其實嗰本咧，呢一本咧係合玩嚟嘅啫，合玩就冇咗呢個扉頁嘅中間，係咪叫扉頁啊？即係冇咗呢一版嘅，咁冇咗呢一版故事內容嘅嗰一版嘅。咁我哋就嚟首先试咗呢个火龙同埋呢个飞电嘅先。做咩音效停咗？头先吸过去嗰下。好，佢都係會，佢都係好似冇咩特別嘢咁，佢只不過係會話，當兩本書合埋嘅時候，就會出現啲特別嘅嘢咁啊，跟住就出現 Wanda Rider 咁樣樣啦，即係同佢平時同其他嗰啲唔匹配嘅書合埋一齊之後咧，會有嘅效果啦。咁佢都係讀到龍同埋飛電咁樣樣咯，所以好似都冇乜特別嘢會出現。咁就跟住就用呢本《猿飞忍者传》嚟试下啦，吸翻入去先，跟住掹翻出嚟先，再吸过。吸埋呢本。哦，应该系因为系合玩嘅原因，所以佢音效会迟咗，跟住之后佢就会，所以音效会褪咗出嚟，迟咗少少啦。
睇嚟咧，佢係同頭先嗰個係一樣嘅，都係冇乜特別嘅，冇乜特別嘅嘢出現啦。特別嘅音效冇乜特別嘅音效，只不過佢係會話當兩本書，即係兩本唔同屬性嘅書合埋一齊嘅時候，會有啲特別嘅嘢啊，乜嘢咁樣樣嗰啲啦。咁都係就咁讀咗龍同埋猿飛，即係猿飛忍者咁樣樣嘅啫。咁就好似冇乜特別啊。好，咁所以今次呢個測試咧，係我呢個突發奇想嘅測試咧，係所有音效都測試唔到我想要嘅效果嘅。咁呢一次嘅測試其實就係大失敗啊！係啦，咁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就會完噶啦。咁如果中意嘅話咧，可以俾個 like。如果有其他玩法啊，或者點樣樣嘅話咧，可以喺下邊留低你嘅留言啦。可以 share 埋，同時 share 埋俾你哋啲朋友仔。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記得撳隔離個鐘仔，出片嘅時候可以第一時間睇。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